的，还不知道进不去嘞。有够那个的。你现在可以吗 ？OK。还有什么？不要。不要。好，安裤。这样你看好不？你说把灯关掉。每首歌哦，你先。我刚刚讲和弦要先按会按，所以这组经你们看哦，它是D。我们天赋就练习把和弦按出来。你在天上，愿你的阶段，你再开始按旋律，按那个模。喂，今天你的摄影机亮了点，哎呀，变魔术。有啊，有时候会清楚。好，又模。好，都熟了以后才开始上那个旋律。马上旋律哦，你最好先练右手，这是我的右手，都在上面写出来。右手要先按熟，我弹到哪里了？第一行第四个小节，拉发，有没有？拉发，然后 D A 小七，拉发拉咪。B minor seven 第二行哦，还是拉雷发有没有？因为 B minor seven 是 D 行 B， 拉雷发，照我上面写的拉雷发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第二行 D 小节是拉雷发 D 小雷，我雷有写一个括号，你雷不要弹也可以，是 B， 那如果你是练那个和弦而已，你没有要把旋律弹出来，那就写说，因为 E minor seven 是 G 行 E， 然后第二行第三小节，首先 A G 行 A， 首先 A， 先说发发哆发哆嗦哆发都可以，发 D， 我上次有讲哦，我用黑色的弹比较好听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在练的时候怪怪的。下来就好听了，然后最后一小节拉雷发，所以你要练到手右手，应该要有个节拍器，不然你都不知道我怎么拍。这个是右手，所以要会弹到这个地方，一直吞口水，那个吞吞了两次。好了以后，左手如果你要练，当然是可以 D A D， 然后一直 D 还是 D， 深吸这样啊、B 到 C 了，然后 EA A D G 有够简单，嘿，学安呢？所以左手几乎可以不用练，只是你上来的时候会左右手忙脚乱，有没有？来，这时候才是组合在一起。其实我刚刚是要听你们组合啦。D G 啊 A D， 然后对发 C， 首席嘞。因为这时候 G 行 D 小节，拉雷发，我已经在第一行第四小节了。拉雷发，拉咪，这是 A 行升 C， 拉雷发，
by seven。练到这边都熟了，我希望要有一个节拍器，所以你节拍器可以先从60，然后你再慢慢增加64、68、72，其实这首歌的速度是72。两只手组合，你会了以后，你才开始用练习类型。他都我一点听阿志啊，你在用练习类型舞了，我告你啊。只他没有练过钢琴哎，你看，居然弹得跟我很像。音符也就是半拍来看的话，刚好这边四个，恰恰恰恰，这里也四个，恰恰恰恰，所以就用拉雷发，然后拉雷发，发拉雷发，嗦西雷嗦，听无？这个较特别啊，用黑色。发，旋律在黑色，对不对？发啦，得发，刚好都是半拍半拍半拍。嗦西得嗦，我现在讲填充音了，补充这个补充就好。所以我很多填充音走的其实是和弦，和弦打雷发，所以我右手在跑。上次有同学说好忙哦，手忙脚乱的，我右手要干很多事，也没有干很多事啊，我只是在走和弦而已啊，有没有？你也要哆拉雷发一起出来，阿内你会不会弹个别出来拉雷发？怎样嘛？拉雷发是用左手弹？用右手。注意看那个，就弹那一小节哦，发拉雷发嗦西雷嗦，拉雷发。变奏的基础一定是和弦，你一定要跑跟和弦一致的，不然就会打架。就是你的旋律在走，一定要跟和弦一致。阿你好听无？有无？大家出状况有无？有无？好，第二行我再弹一次哦。我现在要唱，要弄天主经的那个副歌。先用手调技法。
他前面有没有印象 ？A 段的就是主歌的地方，这边多一个小节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对不对？就点头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边多一小节，对不对？那个小节我现在写在这里，它就是这一个小节。哆发嗦，到了，唱得出来。看它的旋律还真是简单，哆发嗦，反复，拉哆发拉嗦，嗦哆咪嘞，拉咪嘞咪，哆发嗦拉，哦，要唱三遍，哆发拉嗦，嗦哆咪嘞，发咪嘞哆，是不是唱三遍？所以记忆应该是这样，这边有一，又有二，到三才会到这里。发咪嘞，哆，结束。干话哦，一、二这两个都是到这里，三跑到下面哆。好，这个 key 是黑色的 key 是 C， 我们现在回到天主经的 key 一，客气，要谈什么？哦，这堂课因为没有办法那个写五线谱，所以虽然是手调技法，但是我写二就是 re。那你知道在手调唱法的时候啊，二不一定是 re 啊，如果是。key 是 D， 一会变成 re， 可是他们会搞混，因为键盘不知道弹什么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这是拉，那我用 key 等于 D 要弹什么？行，很好。先从前面来，哆发嗦变什么？雷嗦拉。雷嗦拉，有跟上好，没有迷路。雷嗦拉西，来，接下来。对，高一飞，嗦，嗦，西，拉，很好，拉，拉，瑞，发，发怎样？发，发怎样？声，发是黑的，拉嘞发咪，嗦，发，咪，发，嘞嗦拉，这就是嘞了。雷嗦拉，这边是低，然后呢，立体和弦，西啊低，嗦拉西 G。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，是你们要讲答案给我，可是你要弹很多曲子，要练很熟，我这样考试你们才讲得出来。这个是我的和弦，等到你们熟悉的，就这几种排列组合吧。Liber 的 F， Liber 的 F 和 G， 他们很乱，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换。所以我会告诉你比较好听的用法怎么用。其实你可以换掉，你也不要按照我的。可是我就是会习惯比较好听的地方，然后告诉你们是怎么按。这边是 G 啊 A， 咪嗦西拉升 F， my seven， B my seven， 拉嘞发咪 B my seven， 或 A seven，
这边又用一个例题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常常会写错。你拿铁圆珠笔就会很那个。可发一样，含 A 或者是 A 7，我是用 A 7弹。很奇怪，这堂课我没有教他们怎么弹 7。我这边有弹哦 ，A 7不会弹，你就弹 A。哎 ，7哦，属七。啊 ，My 7是很特别哦。等下我会考试，他们都会。有了，你都也会。看到第几课？我才看到第二课，还没看完。那很厉害的，看到第二课就很。因为看第一课，你已经教了嘛。我的精髓在第二课。我的绝招在第三课。然后第四课不太会用到，我讲的是教材的课。因为有时候一课要讲好几节，就录影会好几节。有没有发现我根本没教什么？怎么一下子就过好几个月？天下万国会回去那个 A 段，就是主歌的第一小节。第一小节是什么？啦啦，啦咧咪发，就会回去第一小节。啦咧咪，就回去了。好，开始。西洋第一，那 OK。来，我们就看 My 7。升 F My 7是什么？升 F， 在我这一里有 My 7，My 7是两个和弦组合在一起。应该讲说右手是一个和弦，左手是根音，左手根音一定就是这一个升 F， 这不用看。可是右手不是弹这个升 F My 7，右手是弹另外一个和弦，就会变成升 F My 7。来，是吗？是吗？不是。右手是什么？是 F my 7。G 吗？啊？不是 G 吗 ？G。啊？糟糕，都忘了。什么？我以为什么？你快猜对了。它是小三度，你弄成大三度，所以是什么？哎，对，是 A 昂升 F。在弹的时候是这样弹。我刚刚讲什么 ？G。你刚刚说 G 啊？哦 ，OK。跟上面这个，啊，算了，Mi bemol seven，小三度，所以我会七七哆嘞，往上数七哆嘞，所以 Mi bemol seven就会变成 D on Mi。你们刚刚讲什么答案？最简单 ，G bemol E bemol seven。Good， 你看他都没不会弹钢琴，他都已经会了，我的绝招。哪边还有？没了哦。好，接下来右手要弹的，我们就开始猜。G 什么 C？ 什么？像什么？和弦啊？对啊，你右手要按什么 ？G 就等于说 C 啊，都等于 C。来 ，G 啊 ，A 右手是 G， 你 Re 什么 Re？嗯，怎么样？熟悉的嘛，收。不是收啦，怎么收吧？对啊，喜雷收，他讲对了。怎么吸？很好。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我在猜那个重音。拆解，猜猜看，不是猜猜看，是猜打拆开的拆，好不好？来，升 F my 7是 A on 升 F， 所以右手是 A 什么啦 ？Good， 然后哆，升哆，升哆哦，哆咪啦。哎，你记得时阵，这个黑色的容易干扰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擦掉。对。耶。因为那个很小。
第二个少了。是少了一个休息。呵，我咧底下插一板，你得爱看下一个答案是什么。B by seven， 低啊 ，B 右手是低，什么啦？答对了，然后生什么？生什么？生发。什么嘞？好嘛嘞。这个东西哈，在前面几个课程有讲到说，比如说在练那个一级和弦，拉嘞发，我就要他们转位也要练，把拉嘞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叫他们嘞发拉不要按，不要按嘞发拉按嘞，为什么？平行。对，就是本科的那个通关密语就是会平行，所以不要按，但是。有原则就有例外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所以还是会叫他们弹出瑞巴拉来，可是为什么这时候可以弹？因为 D and B 啊，这不是 D 和弦，这是 B my seven， 所以在练 my seven 的时候，你还在看那一刻，就要三个都转，拉雷发按西，雷发拉按西，法拉雷按西，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。这个时候就要用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用到雷拉发、雷巴拉、巴拉雷、拉雷发，所以都练熟了，上曲子就很快，你就知道哦，就是这样按，发什么发？全部都跑出来，三种都三级都跑出来 ，E Y Seven G R E 什么咪？嘿嘿 ，Good， 首席其实是首席嘞。你如果把 Re 弹出来也可以，它就会构成 E my seven 的 E。你如果弹首席 Mi 按 E， 其实是 E 吗？如果把 Re 弹出来是四个音都弹。对，因为四个音都弹出来的时候才是 E my seven。你没有把 Re 弹出来的时候是 E my。所以自己练习的时候没有加旋律线，我告诉你们 E my seven 好听是写的说法。你就可以用喜雷收来弹，来 G R A， 怎么收？很好。A seven， 这我告诉你答案了，拉多发，可是 seven 音是七嘛，所以我其实是弹，我是弹收对。我是弹收，这时候不要弹四个。这时候我会把拉换掉，换去按收，变手哆发。在前面主歌的地方 ，A 段的地方也有出现这个和弦的 A7。发咪，你要弹拉哆咪也可以，但是因为第七音是收，所以我会不弹拉，弹收。D 什么发？好的，那西洋的怎么说？好简单。怎么啦？好，副歌讲完了。好，这个 D 什么 Re？如果前面弹法拉嘞，下一个要弹 G 是哪一个？好，很好。为什么是首席嘞呢？因为这个离它最近。如果你弹喜嘞收，会跑比较远。所以我们在弹的时候是找近。你如果不弹首席嘞，你弹嘞收西法拉嘞嘞收西也比较远。所以最近的果然是法拉嘞首席嘞。既然前面首席呢，这边一样回到法拉嘞。这个和弦是什么？拉嘞咪发，这个和弦是什么？和弦。看一下，马上是抄的、啊。
它是那个 A 段的第一小节。对，这边有一个和弦。我是说和弦，告诉我英文。对。再讲一次。G R A。好，这边是 G R A， 所以是弹首席。贝斯呗，贝斯要帮你写吗？哦。Re Sol La Si， 我们先猜那个 Sol Si La Di， Do Mi Sol， 直接告诉你答案。Re Sol La， Re Fa La。好，那个 Re 我是弹单音而已。Re Sol La Si， 贝斯要帮你写吗？要。自己回家可以写嘛，那贝斯还要写，和弦都出来了，贝斯不用写了吧？我会写是写，等一下那个伴奏类型，看看到底是用哪一种。
个补充这样子。就不要用哒啦哒啦哒啦，对不对？立体和弦，因为它准备要换，那等于是过门，过门比较强，就不要当当当当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和弦很奇怪？西亚低，哆跟瑞，两个不是会打架吗？对不对？哆跟瑞，西亚低，这个我习惯叫立体和弦。你看那一课的时候，他们说都看不懂。哎，这是过门用的，过门用的，而且他们还要背哦。西洋低要到低，然后到哪里？啊？啊？不是。西洋低到低过门啊，然后到哪里？他要回家，要去哪里？对，就是到 G， 有没有？西洋低低 G。有没有？这就是一个中指式，它会在过门的时候出现，所以他们有一个礼拜都在练这个C降 D D G，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降 B 啊 C 嘛，降 B 啊 C C F 啊，就是中指式。我的这一流中指式，这是第二个绝招，就在这边。你讲哪样都听啊，那就是安尼啊。刚刚为什么讲这个？就是不能用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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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空的时候就当啦当啦当啦，所以并不是整个这曲都用空。除非你没有弹旋律，你没有弹旋律，所以你可以去自由。今天心情不好，我就一个方块到底。今天心情很好，我就练习练习五。心情更好，练习练习九。阿姐啊，这个你知道我在讲啥？九跟你现在看第一课，那时候好像练习类型我还没打出来。他们现在有几个工具，我的课程有两个工具，一个就是和弦表，一个就是练习类型。练习类型每一个和弦可以有几种啊？十种还是九种？我记得是十种。但是我这有写九种出来。我们在谈 D 吼，那我们看 D 的练习类型。好，这是 C 的九种。D 是 D， 所以我们把 D 拉出来看。不是鼓哦，我怎么以为哦，鼓是贝斯一样。五跟九的贝斯是一样的，就是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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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。这个就是左手的两根指头，小拇指跟大拇指。这个是小拇指，这个大拇指，高一点就大拇指。re r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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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e， 练习练习五，只有方块出来，来吧，来吧。到九的时候就是刚刚的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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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天主经很奇怪 ，A 我都会变成哆咪啦啦哆咪啦啦，你做个小笔记，这是。
是我的习惯。好，一个一个拆哦。所以回家第一个，你第一道和弦要会按，再次从最上面那一小节，低，西洋低，然后低 ，G， G 啊 A， 升 F minor 7就是 A 啊 F， B minor 7 D 啊 B， A 啊 B， E minor 7 G 啊 E， 然后过来 G 啊 A。不会弹 A7 就弹 A D， 然后过来 C 啊 D D G， 有没有练啊？你们在那一个礼拜应该一直练吧？有没有？那是你没有练啊。C 啊 D D G， 这一定要练熟。然后 G 啊 A， 升 F minor 7 A 啊 F 升 F。没有每个音打出来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你回去看哦。A 段每个音都有打出来。A 段没有每个音打出来。来来，你也抄来好啊，你抄好啊，哦，好，你抄。哎。啦啦嘞咪发，你抄的是嘞嘞嘞嘞嘞嘞嘞。勒，少了这个音，少了这个音，比较简单。因为你 A 段不适合 ，A 段刚开始唱啊，主歌刚开始唱就很强，你要先缓和一下。所以是勒，勒勒勒，这是你上次抄的。可是到这边哦，就把它用出来了，没关系。所以每一个都用。刚刚老师讲的那个，到了那边，就是右手要咚咚咚。右手整个按下去，右手就不要当当当当，就要放放的旋律。所以左手你还是当当当当，你现在问我，我还真的很难回答。我要上去弹，然后再告诉你说我到底在弹什么。还是同时都不要这样子呢？还是只有右手？我教你啦，你可以两个都练，然后你自己抓一个，嗯，这个好难听哦，然后我用另外一个。好，接下来和弦会按了，按右手，右手的部分，好，右手部分都写出来了，都在上面哦。那个最上面，雷嗦拉西，雷西雷嗦，不是西雷嗦，是哆咪嗦，雷哆咪嗦，雷发拉，雷嗦西，然后。它虽然是休止，可是你还是要弹打雷发出来。打雷雷发，手起雷咪，我会弹手起雷咪出来。然后休息，嗯，起雷嗦，打哆发，我会弹手哆发，然后手哆咪，打雷发，反复打雷。
最后一个小节那个有音哦，哪雷咪哪个咪有音哦，那个就回到上个礼拜抄的，我这边就不写。好，右手练到手的时候，左手才下来哦。来，从第一小节 D 雷西洋 D。现在右手是把每个音都要弹出来，这边贝斯就打下去 ，A， 无你就无声，所以拉你就直接弹下去 ，G 啊 A 嘛，拉 Re 手 C， 左手升 F。好，现在是第二小节，那第也就第二行，第二行第一小节 ，G， 然后 C， 然后拉，左手拉，升 F my seven，B my seven， 你哪边每个都弹下去，也可以让你熟悉。现在在弹第三行第二小节，一样，他那个休息嘛，你拉左手的拉可以先下来，然后斜手。奇怪，今天一直弹错，然后再来。单音的时候，你还没有练节奏型，在练单音的时候，这边贝斯要出来，这里贝斯就要出来，第一小节，啊，这样练 ，G 啊 A， 斜线的后面是贝斯，所以是六，斜线的后面是贝斯，升 F my 啊，升 F， 所以就是升发嘛，在这里。然后 B 麦已经写了 ，La Re Fa Mi G R A， 所以贝斯是六拉。我讲过有和弦的地方，贝斯就要按下去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 Re 这边还是 D 哦，都没有东西，这一区段都是 D 哦，所以这里还是 Re。来，西洋 D Re。D 还是 Re， 所以有和弦的地方，贝斯一定要打出来。这是你在练和弦加右手出来的时候，还没有节奏型，一定记得要这样打，不然有的地方会空掉。像这个 B my seven 没有音啊，还是要打出来那个和弦。我刚刚是这样子按，来，所以把它讲 ，Re， So。D 就是 Re， 时辰到了，来最后弹一次。最后那个不用弹吗？哪一个 ？G R A 那个。G R A 那个要啊。要吗？可是那个已经回到第一小节，上个礼拜抄的第一小节，我就没有把它写出来。
来啊！我发现我在过门的时候都会这样。哎，没错。哇，不好笑！因为刚刚我没有弹旋律，刚刚我没有弹旋律，我只有弹歌曲，所以我就很习惯这边。第一，我不会单嘴巴拉，我自己的手很自动，我的第一就是按拉雷发，所以我会变成拉雷发，拉雷发，起雷嗦，起雷嗦，拉发，哎，就是今天的补充啊，我自己在按和弦，光只有和弦的时候，哎 ，OK。有没有问题？好多问题，都很简单啊。这个有什么困难的？都没有嘛。不像那个上次弹什么歌，连 Success Four 都跑出来了。那个是哪一首歌？那个基督的奥基。你看，基督的奥基，才唱歌几小节，对不对？基督，我们创造你的神使，我们就是你光荣的来历。阿念念啊。然后就跑来跑去，有没有？而且很多，所以我们这一流要弹好听，